好了，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是马上西游，然后这是这本书，这是第21次的把你的游戏录制，那终于录到第20集了，那谢谢各位的支持与期待，并谢谢各位观赏我的频道吧，因为最近比较累一点哦，所以最近可能都会两天录一次，或者是更久录一次吧。啊，有蛮多观众说期待我想录的影片。让我蛮欣慰蛮开心的啊，那我就开始这次游戏录制吧。那现在是晚上的8:25，今天公司放假，所以我都跑出去玩了一下，所以现在回来现在有点累齁，有点玩太久了啊，其实有点想睡觉其实有点想睡觉啊，好了，我先看这次是什么任务，游乐公之旅，就是有狗仔队，狗仔队在哪里？狗仔队，好吧，我们去看看这狗仔队在哪边。狗仔队怎么玩哦？我想一下哦，有一阵子没有玩了，有点需要再熟悉一下。狗仔队，狗仔队在哪里？在这里是哪里啊？这好像是体育场的那个新的可以记录点的地方吧。啊，这里啊，好像有印象，好像没印象。第三张，苹果，吃苹果，吃。看一下，弹珠，有人丢。看一下什么课，生物课我解过了，所以我可以教课了，也太好了。好了，我们的新任务在那边了，我们绕过去，好吧，我们绕过去。又是哪里啊？哦，这可以开门吗？不是，那门是假的，假门，最假的。哎，他还在那边，为什么还在？大哥，哎，你是要追多久？逆转，你给了，就，哦，一枪毙命，这把枪好强哦，肖如影，哪里？哦，还有飞啊，哈哈，在肖如影，哈哈，哎，我们来握手，你好，我们是好朋友，哦，好你的头，好朋友，谁面是好朋友？然后呢？哎，我们在握是什么？哎，我们是好朋友，你有没有上当？你还笨的吧？然后呢？我掉了啊，宝贝，我掉吧。啊，你呀，死屁哟，看屁哟。好了，我们去接任务了，任务在另一边，还绕过去，好麻烦。这没有捷径吗？没有，很好，没有捷径。没有捷径，这边有球棍。怎么在这边？哎呀，快没血了。好吧，我们来捡尾刀，营养粉丢。营养粉。弹弓。就行嘞。倒地。致命一击。啊，我们去看在哪边。哪边接任务？这边吧。上次解过之后，对，这边解过，再拿那个什么马铃薯大炮。这是要干嘛？这要干嘛？开始狗仔队，好吧，我们开始任务。现在是8:29。Oh, Hopkins, good to see you. Make it quick, good to see you. Now, as our new leader, 作为我们的新领袖，你要帮我干点事。What?为什么？ I mean, 不是新领袖，不是应该你们为我们干做什么事情吗？不是我为你做什么事情吗？Well, I have a plan. You have a plan. Okay, what is it? What is it? Well,
What I need are some 不雅的照片。inappropriate pictures of someone they care about. 你想要照片？ Yes, it's a complicated plan, all right. I need some naughty pictures of that Mandy girl. I'm sure you do, but what does that got to do with this? 那是什么妞啊？纯粹是为了什么达到目的？你想把人家了？你喜欢曼妮就说嘛。你要我放个让那个队长的不良照片，照片可能让我蹲好，但哪家不可容易。Man, this better be good. 千万不会出什么本质。所以你要我评价裸照是不是啊？这个变态下流，无耻肮脏的龌龊科研学生。好吧，拍几张曼妮的照片，没问题。好的，这个交给专业的来，这个我很会，我会，最会偷拍的。好吧。我们去拍不雅的照片，嘿嘿，不雅的照片，拍他的裸照，拍下来，然后泼到网络上去卖，一张卖给他卖5000，一张包卖5000。我们来拍裸照，裸照。现在体育馆的人应该都会讨厌我吧？不 ，C Y M， 人，哎，好照片，我们该拍他正面对不对？哪里？啊！这些城市吧，也许某一天你会明白的。哎，那在旁边什么？这真是恶心，我要去换衣服。好天，换衣服吗？太好了，来不及脱掉这身衣服，好，我会跟着你的。人呢？新女生宿舍没问题，哈哈哈哈哈。好吧，新女生宿舍拍照，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东西。那个餐馆，哎，人都不见了，怎样？人都不见算了。嗨，你好。亲我一下，哇耶，妈，亲我一下，该补血。女生的亲吻可以让你补血，后面的家伙在抖什么东西啊？后面有个家伙高高高大大的那边抖，不知道抖什么。那我去关心他一下。你是在抖什么啊？你是在抖什么？What the？ 你写？哪里？哪里？来 PK 了 ，PK 了，可以，嘟，绕跑，我应该打不过他，不要追我，有人打我，救命，快，局长快救我，局长救我，快打我，快打我，来打我，来，切，哈哈哈，啊，我们去女生宿舍，女生的宿舍，来我们的滑板车 Go。滑板车，拍谁啊？I'm sorry， 跳，超级路，我准备我们的相机，来偷拍，从另一边进去哦，好吧。干什么？你在干嘛？莫名其妙。噔，这一集应该会录得很无聊吧？因为其实我现在蛮想睡觉的。再有说，应该这集不该录，应该等到明天或是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再录。不过如果觉得我这个再不继续录下去的话，各位观众会非常非常的期待，非常的失望。所以我还是决定我要录。我还是录了，我还是来到了女生的宿舍。对。拍几张曼迪的照片没问题。传路，曼迪，你在哪里？我来拍你的裸照了。拍裸照时间，拍。拍裸照的时间到了，我们小心不能被发现。这是什么课？你有任务吗？哎，这是什么课？随便啦，这课好像不重要。
好的，我们要等待我妈的盾牌与敌人的绿色将军。好，我们给他抓，等他巡逻，巡逻到一楼去吧。我偷拍，我偷拍照片，不要阻止我这老杂货，绝对不要拍你。悄悄的，悄悄的，你妈的！嘿嘿嘿，好照片，怎么都没拍到好照片？哪里？哦，我用我的魅力和名气，想瞎输人的双眼，还是邪恶女人？哦，哪里？他居然没看到我，他是白痴吗？你居然什么都没看到？再拍一张。他在哪里？他在他的房间。哇，这边橡皮筋秒翻！看你们把地板用的那么湿，真是一群混蛋的家伙。清清淡的家伙竟然把地板用得那么湿，太可恶了。这是哪里？No. Oh, fuck. 赌城。打开。呵。咕噜咕噜咕噜。哎，有人要过来了。从这边出去吧，好吧，我要小心那个巡堂的大姐姐，巡堂的大神，他过来了，我先来说，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大神走开，你这个大神走开，真的是哈，白痴叫我拍什么照片呢，莫名其妙。哇，看到他了，好恐怖啊，哦，不不不不不，非你比你的够瞎，还比切的比，来，脚走开啦，来，滚，给我滚，没有人喜欢你，耶，他走了，太好了。来偷拍，嘿嘿，坏照片。哦，拍到了。然后呢，我们干嘛？我们回去了。好，准备闪人。现在家伙，他居然还在。哦、oh, wow. you really make me want. 哎，你好。Timmy, 哎，来亲我一下吗？ Here, 快亲！哦，亲我了！哦，哦耶！啊哈哈哈哈哈！啊，居然不知道我刚刚都偷拍他，大家还敢亲我？哈哈哈哈！哇，下贱的人！他是不是翻白眼啊？还是怎么怪怪的？ No, Timmy, I think I might like you. 哦耶！爽，正点爽！哈哈。哦耶，哎，他跟着我了，哈哈哈哈，噜噜噜噜，我闪人啊，不理你了，这贱货，你都被我看光光了，你还这样敢亲我，真的是，到时候把你卖掉，把你卖掉，这媳妇逃跑，闹跑，哦哦哦哦，哈哈，哎西 ，Let's go， 那我们回去，回去看看就来了，噔噔噔噔，哪里？Sorry， 找了，没有回去找，回去找那个谁，那个谁，那个变态，想叫我拍人家的照片，莫名其妙的，怎么误拍曼蒂的照片？嗨屁哟、哦、嗨，跟你眼熟是不是啊？跳，哎你好，漂亮的照片给你，吉普学生，学生，哪里？哇，三张照片获得225块钱。现在呢？你在玩干嘛？你在什么任务？哎，现在可以了，好吧。啊，棒棒棒！这样，啊，就三个任务可以解。好，我们先存个档好了，因为等下突然电脑断掉。啊，现在是8:47啊，好累哦，啊，不能想睡觉。
好了，我再解开屋子准备睡台了，准备先休息一下，好，有点累啊，太累啊。嘟嘟嘟嘟，干什么啦？你要干嘛啦？滚啦！没空啦，揍你！恶霸行为，怎样？看你不爽，打你！什么课？这是给你的菲利普小姐，什么菲利普小姐？菲利普小姐，菲利普点灯泡，正常的来说，菲利普小姐是那个美术老师嘛，那个很恶心的美术老师，他竟然把他自画像放在男生的厕所里面，到底想干什么？有何居心？真是太恶心了。这是给你的菲利普小姐 ，This is for you。This is for you。哪尼？哦，要干嘛？还要自画是不是 ？Jimmy， 你打断我了。哦、oh, ，打断你什么？ Sorry. 牙齿啊、哦？还打断你鼻子？ Don't worry about 别放心的。你想要干嘛 ？Can I see？I can see、sure.。我可以看你的心部吗？这什么？这什么？你画什么东西 ？I think I have。我看我终于了解到，作为一根香蕉的真实，香蕉是啥鬼？你用香蕉干什么？我感觉到我那个正在通宵。够了，恶心！艺术对我毫无吸引力，我一直都对音乐有更有兴趣。对另一个人，因为意淫会让你活成长。怎么说？当有人完成一些伟大的壮举时，当人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且成长起来，我总是会被触动。懂我不懂，我不懂，你在怎样？你最不爱我的。你要跟谁约会吗？你爱上谁了？你介意我在你身上拿点东西来吃吗？那你后面有个偷窥狂啊，后面有个变态。一条裙子，一点香水，还有我从珠宝店那儿弄来的珍珠项链，不太多，我必须让自己今晚比任何时候都更大胆。那没问题，这合法吗？当然合法，不管你这是什么，别停下来，亲爱的，快点。Go on, my dear。他受不了了。哇，那个香蕉，香蕉到底是什么东西？就那后面的王八蛋那个到底要干嘛？你要干什么？你要阻止我是不是？还是你喜欢菲利普老师啊？变态，老杂毛立马爱。捡起菲利普小姐的东西啊，在哪里？一二三，那么远呢？啊，我们去牵我们脚踏车。噔噔噔噔噔，菲利普小姐，啊，脸上还有个左边的脸上还有个字。菲利普小姐，踢球，哇，好球，好球，牵起我们脚踏车。卡达车，卡达车，我过来骑我的卡达车，哎，走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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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咕咕咕咕咕！哦，哎，刚刚后面好像有人，刚才是不是有人在我后面？算了，没看到，装作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去找我们菲利普的东西。咕咕咕咕咕咕！为什么音乐怪怪的？这种时候不是应该有很愉快的音乐吗？好像我们就有觉得怪怪的音乐，就配怪怪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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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八屁有八，八什么八？下车，会不会的人走了？哪里？谁？干什么？干什么？我选一个，就偷袭我。哎，怎么会那个？混蛋，偷袭我！莫名其妙的家伙，谁都不想阻止我，哪里？这是这个、啊？这是什么？哦，短裙，就这样就捡起来了，这么快？这边可以买衣服，看到什么新的衣服？应该是没有吧？道童帽，应该没什么衣服了吧？我们应该已经这样就够了，好吧，退出吧，退出。我们先解任务再说。哔哔哔哔哔，现在是8:44，你买来。
不是倒了吗？怎么还站起来了？起来，我脚踏车，那我就骑一下脚踏车。踏踏车，踏踏车，哦 ，fuck， 还是多了人厌啊，在那边偷袭我。往这边走，哦，这脚踏车好骑哦，我骑得好快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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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边，没错。马尼，死情侣走开了，到了。看这灯了吗？看这堵烂，什么？就这个。哦，拿到了，斩人。这么容易哦？啊，什么都没有给他，这是真给我了。干什么啦？你们这次叫的是多人的宴啊，走开了。跳。好、哦、什么劲？哦。这是要拿什么？香水。香水，什么可以头发呀？看一下什么发什么发型可以。好孩子，好孩子个头啦！好莱坞电影跑太多，脉搏，脉搏的心跳，心动，心上面动了，粗又短又粗糙，聪明，在哪里聪明？长青藤联盟，是打半球还是干嘛的？还是聪明好，很聪明，褐色，铜色，巧克力色，绿色，对吧？巧克力喝，巧克力，有快点歪巧克力不？巧克力，哎，我的帽子哎，啊大姐，你要把我帽子还给我啊？奇怪了，混蛋，怎么可以趁机干了我的帽子？有点冲过来怎样？走。BP 哦，闪人，走了，撞你，就这样完成了，这任务的难度其实没有很高哈、哦。嘿，他答应吗？在校园内骑车，在校园内啊。在校园内洗脚踏车，有人在后面干什么？看到我啊 ！Fuck you！ 不听你，那丢什么啦？啥？哦，干！来干粉丢！丢你！来干粉！来干粉！羊粉会打啊，会打啊，对打啊，对打就讲啊，对哦，会打啊，围殴他，快点，还不打啊哦，没屁用、哦，哎、啊、不赢你们了，我去接小人物，哎、啊、你们没把他闹掉，在哪里？在二楼。在二楼，我们来的。喂，菲利普小姐啊，你们还有气量？菲利普小姐，所以他到底喜欢谁？他是爱上了谁？为什么？ Here you go. Oh, Jimmy, what took you so long? 谢谢啦。Thanks. No problem. No problem. Oh man, I can't believe this. 我怎么敢信？我跟老师的第一次约会吗？是吧？你绝对误会了，老师怎么肯跟你约会呢？然、哦、后跳出去了，然后动画结束，干，哦，啊，结果就真他妈是断掉了、啊，莫名其妙的，哎，我前面第一个东西讲完之后也真断，不然我现在就你在哭什么啦？应该是我要哭，不是你在哭吧？哦，要重启了啦，反正去你的菲利普小姐，啊，超过了，这次要快速过关，啊，过不赶快去，赶快收台，赶快睡觉了。现在是8:50，然后又重来了，去你的菲利普小姐，又重来了，真可恶，浪费另别的时间，我在踢足球，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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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我不小心抓到他而已，他现在还好好的，没事的爬起来了，人家要追我，奇怪了，还是一群大惊小怪的家伙，走开啦！哦，喂，警察，警察，警察，你要去抓他！fuck you！ 嘿嘿，没事，躲在里面，躲在里面就无敌了，哈哈哈 ！Fun that， yeah。抢劫，我看起来好赚哦，好像不想抢他劫，好像抢不过他。可以啦，不理你们，你们都只会丢鸡蛋的家伙，莫名其妙。就可以啦，你们没看马路，看到我在跨楼，被人家撞了叫警察叫我，莫名其妙。要不是这边了，啊，走错路了。骑错路了，骑错路了。谁喂？这边吧。Go go go！ 看，这边有飞机。飞机，飞机。哎呦，追过来了，走开了，有压力。炸了，炸了，炸了！干什么？不抓他，只抓我！什么偏心的家伙？跳个车！来，滚，滚！那枚滚蛋 ，yes， 拿到了。迅速入关，哦，香水 get， 哦，我这次不想理头发，懒得理头发，不然他把我的帽子砍走。好吧，我们可以闪人的，我看一下，我们来做光这回就好了，来啦，跳，哦，跳啦，警察叔叔快救我，啊，对，打他，对，打他，对对，打警察叔叔这个，快抓他，快抓他。也成功，打得真准，一拳往警察头上打下去，爽啊！这样就 safe 了。那我们去校园吧。哦，他拿手上拿什么东西？大哥，你还好吗？他应该不会打我吧？嗯，很好，不会打我。跳，跳。不然连跳吗？哟西，到了这边，但我也说不知道能不能重打，应该是不能吧？前面说是不能重打，所以如果万一等一下大家好，我们要再重来一次。不知道这样子。让我顺利的过关嘛，对不对？现在时间已经8:53了，我好累啊，头有点晕了。拿去你的包裹。Here you go. Oh, Jimmy, what took you so long?Thanks. 怎么那么慢 ？No problem. No problem. Oh man, I can't believe this. 我跟老师的第一次，这是个传奇。Hey, Jimm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Nothing.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干嘛？ Well, 说起来有点尴尬。It's a little awkward, but 该不会菲利普老师跟你要约会吧？菲利普老师他向我提出，在所有人之中的我，他 ，She, can you believe? 你相信吗？他提出要跟我约会。Wait.喂，好像你提出，你搞错了吧？哈哈哈。Yeah, I mean, I think this is some sort of mistake. 其中一定有误会。You sure you haven't been using the bottle again? 你没用这样瓶子酒吗？我是说有，我确定，我很确定。那么好吧。Well, okay then. 哇，吉米失恋了，用瓶子解决什么？Lionel, you came. 看下去汽车哦，汽车不错。So do you, Deirdre.
Thank you. Wait, my God. Jimmy, what are you still doing here?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This boy is an angel. He's been magnificent. Uh-huh. And he is so cute. Cute. Nice. Come on, Lionel. Let's go. Bye, Jimmy. Bye bye. You should get back to school. Wait, Miss Phillips. Oh, my God. Oh, man. 被甩了，失业了吧？叫你不要自作多情哦。你再通关50块。你被甩了。你没这自作多情，你以为人家会喜欢你吗？加个百利，卢乐公之去，加洛走了，谨慎交付。好了，现在时间是8:55，那这次游戏录制就先到这边结束好了，我觉得是有点累啊。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左下角的订阅喜欢。那我就要先干嘛？那我就要先在这边先收台了。哎，你好。哎，客卿我，哦耶，哇，真好，是人帅就是没办法，到处都有人心，哈哈哈哈，哦耶，耶，啊啊啊啊，耶 ，Hello P 哦 ，Hello， 你看到我在合影吗？啊，先存档了。那我这边先这边收台啦，谢谢各位观赏。如果各位喜欢影片，可以按左下角订阅喜欢。那我就先这边先收台啦。那就要谢谢各位的观赏啦，对不对？哎，对不对？屁股那么翘干嘛？要摸你是不是？啊你？哦，妈，拍手！我要摸你屁屁。PK 了 ，PK 了！哦哦哦哦哦！踩你，哈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好，我先在那边收台，谢谢观赏，拜拜。